All right,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Quincy。我是 Simon。我们是 StepDeck的 co-founder。我们是一家 digital transformations company， 主要就是做这个软件工程 software development 给这个各行各业的企业这样子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是很开心了，然后可以就是由这个上海主办的 SIR 给我们这个 Trustworthy Services 的 award。I think this is to validate our core values that we always give the best integrities to our business partner lah, to our clients. 所以我们这次是感到很荣幸可以拿到这个 award 了哈。非常感谢上海的这个对 SnapDeck 的一个认证，也是 SnapDeck 一路走来的不容易的一个肯定啊。当然少不了我们背后的团队，在默默耕耘的团队，还有顾客给我们的机会，去帮助他们数码化转型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是很开心啦，很开心。对，希望在往后的这个路途上呢，我们可以越做越好，可以为这个我们在这个 digital transformation 的道路上，可以给这个社会给出更多的贡献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因为上海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品牌，所以这次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呢，是我们是感到非常开心，也希望借由这个认可呢，能够给服务更多给这个需要数字化转型的这个客户们。I am certified.